上一回说到，长白山千尺崖上一个仙气缭绕的山洞，引起了虎妖的注意。说起来，这虎妖占据千尺崖修炼已经几百年了，却从未见过这个山洞，因为这处峡谷中常年雾气弥漫，没人知道这峡谷有多深，下面又有些什么。而此时怕是机缘巧合，所以山洞露出，那虎妖看到山洞内仙气缭绕，心中就是一动。仙气如此充足，难道其中有什么天地精华形成的秘宝，还是另外的大机缘？就算什么都没有，找到一处仙气充足的洞府修炼也挺好的。要说这虎妖也确实够厉害，山谷足有百丈宽，这妖物纵身一跃便跳了下去。这一跳正好落在了山洞旁的一处石台之上，当他靠近了山洞，更是感觉仙气充盈。虎妖心中一喜，但是他探头向里面看，里面却什么也看不清楚，于是忙化为了人形，跳到了洞口处。他小心翼翼地朝着洞穴里面走去，可是刚进去没多远就愣住了。这洞穴并不算深，隐隐约约地能看到洞底，那洞中竟然盘坐着一个人影，难道这洞中有上古的仙人？看到那人一直都不动，虎妖赊着胆子又向前走了几步，这下里面的状况算是看清楚了。那洞中不仅有人，还有一只狐狸和一把宝剑，那宝剑深深地插入石中，可一眼看去，虎妖顿时一个机灵，那是一把上古神兵，而且盘膝而坐之人没有一丝的生气，显然已经死去多年了。那狐狸也是一具尸体。看清了一切，狐妖就感觉自己的心脏都快跳了出来，这不正是长白山上流传那500年前的出马大神和八尾灵狐的洞府吗？这可真是自己命好，据传那大神的身上有修仙的秘籍和灵丹，而且那把古剑是上古的神兵，更不用提那八尾灵狐的内丹了。虎妖就觉得自己的心脏狂跳不已，虎妖控制不住心中的喜悦，疯了一般的向洞中冲去，却不想被一堵看不见的墙给拦住了。不仅如此，他的手一触碰到那堵看不见的墙，就像是被天雷击中了一般，受到了猛烈的攻击，这力量实在太强了，把这强悍的虎妖硬生生的震飞出去10几米远，重重的跌落在地上。虎妖立马就明白了，这是那大神在洞中布下了大阵，防止外人进入，可是这几样动人心魄的大宝贝就摆在自己的眼前，怎么能轻易放弃？虎妖觉得无法冲破大阵是因为自己的能力不够，而想要短期内让自己的能力得到大幅度的提升，走正道是根本不可能的，若是邪道吗，他还真有几个可行的办法。我们也知道这样有违天道，会遭天谴的，可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啊。失了人心还想再去修炼成仙之法，他是不是傻啊？山猫精说，从那天开始，虎妖便命令他们姐妹下山去收罗活人心，带回去助他修炼。黑狐说的没错，那虎妖也是痴心妄想，既然入了魔道，又哪能再回到正道上修炼？事情到了这里，没人不佩服黑狐，这家伙看似没个正形，但是却总会给人惊喜，正事上他是一点不含糊。可是几个人正高兴的时候，那山猫精却在一旁泼了冷水，你们知道也没用，你们打不过虎妖，他的本体并不是什么寻常的老虎，而是千年难出的彪。原来那虎妖正是上古记载的
三虎出一标中的妖兽，既然是妖兽，那实力本就惊人，更何况此事又食人心，入了魔道，变得更为可怕了。黑狐却是不以为意的说道：我管他标不标的，那洞中的宝贝是我们的了，况且打不过就不会智取吗？我们可还有你呢。黑狐话锋一转，又打起了山猫精的主意，接着一掌就砍在了山猫精的后颈处，那山猫精闷哼了一声，就晕死了过去。再来说说第二天的长白山千尺崖，那山猫精此时正背着一个滴着血的大包袱，回到了虎妖的洞府。不用问就知道，这包袱中包着的都是人的心脏。虎妖不用猜也知道，这是山猫精在那群土匪身上掏出来的。可是不知怎么回事，山猫精一进山洞就扔下了包袱，身体一晃，差点摔倒在地上，似乎受了很重的伤。洞中的另一个女人就是她的妹妹，姐妹情深，她忙跑过来扶住了姐姐。可那虎妖丝毫不在意山猫精的伤势，他关心的只有那些人心，走过来一把就抓起了包袱，放下一句狠话：没用的东西，弄不回来人心，我就吃了你们俩。那虎妖打开包袱，就咔嚓咔嚓的大口嚼了起来，不消半刻钟，十几颗人心就都被他吞进了肚子。大概是被人血刺激到，虎妖此时凶性大发，一阵的狂吼，震得整个山洞似乎都在摇晃。一顿狂叫之后，突然他一转身朝着洞外奔去。姐妹俩知道他是想借着这股狂暴劲再去闯那仙洞。这时山猫精的妹妹突然发现姐姐此时完全没有了刚才那虚弱的样子，姐姐的眼睛一直死死地盯着虎妖消失的方向，悠悠地说了一句让她特别不理解的话：走，我们跟上他。姐姐，你疯了，他会杀了我们的。放心吧，他没有那个本事。跟踪那虎妖，这不就是找死吗？而且姐姐今天也不知怎么跑得非常快，她怎么也拦不住，好几次差点被甩在了后面。好在此时那虎妖的心思全都放在了仙洞上，一路也没发现两个人的跟踪。跑了不多时，她从一处悬崖上跳了下去，姐妹俩确定了地点便没有再跟上去，一跃跳上了崖边的一棵参天古树上。姐妹俩看见那虎妖已经跳到了洞口，正狂吼着冲进了山洞中。姐姐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他真的会杀了我们的。他随时都会杀了我们，除非我们先杀了他。妹妹毅然发现了今天的姐姐十分奇怪，往常都是自己抱怨而姐姐劝自己忍耐，可今天姐姐的态度一下变化了好大，她甚至都怀疑这还是自己的姐姐吗？突然一声惨叫从石洞中传出，打断了姐妹俩的谈话。